拍这个讲义，我们要看哈，你们要看，你们要写的哈。我们要标页是大家公喜哈，所以写这样四个字。好，然后最后这个位置，我们在练习那个甲骨文那个龙字。好，我先示范给各位看哈。其实我可以不用看讲义，因为这是我写的。第一个就是你在写的时候哈，我还是强调一下，就是你尽量手腕要高一点哈，手腕要高一点哈。好，写大，好大。好，大家。那有一只马哈，好，大家，好，大家恭喜，好，恭喜，恭喜两个字哈，恭喜两个字，恭这一个字比较特殊哈，有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是两点？因为它心部。对，它是心部，要记得哈，不是。不是那个，不是一个小哈。有的人说：“老师，你怎么多一点哦？”哦，竟然有人跟我这样讲哈。哦，我说你没看清楚。哦，它是心部，这个一点，这里两点。好，哦，大家恭喜。等一下下去要练习三张。三张，大家恭喜。不是，就是。等一下，旁边这里就练习甲骨文哈。甲骨文要写三张吗？就是也写在这里。写得完吗？哦，好，是可以的啊，慢慢写啊。不要讲这些废话，那个跟你学习没有关系吧？废话少说。好，习底下这个横画要长一点。好，写得下吗？就这样子。好，等一下，最后不是剩两格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它挪过来一点。那这个写甲骨文哈，甲骨文就是毛笔尽量直一点哈，这样子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哦，像力。哦，好。现在的龙真不像龙。这样子，这是甲骨文的龙。好，这样。看不出来像。好，好，总共这样子，同样这样一张，麻烦各位练习三次，练习三次大。好，写家。大家。好，我的右手边后面不要太靠近。右手边。你不要一个屁股挤我了。你们干嘛站两排，一个人去站那边？我好烦哦。好。好，大家恭喜。哦，我底下会稍微留一点点，为什么？我等一下要画画。外之龙吗？好，这个就不要写太大，那等一下你们就可以自己画画哈。为什么会哦？我就写大一点。好，写完了，我故意留很多空间哈。好，我们就来画画了哈。好，大开大
的话，啊，可是我们没有金色墨汁。轮流上来用，在那两个位置哈。十分钟。好，一个人限定一分五十秒哈。什么意思？时间到了就要下去哈。五十秒，拿自己的，用这个笔。这边专用的笔，你不能拿你那个黑。好，来，比如说，你想要金银财宝哈，第一个先画一个大元宝。哦，那个，我不会画元宝。元宝。我会画元宝。这个。加一的欲望。然后。加一的钱。元宝会花光啊，金。这种我不是一加一的钱。啊，小呀，小呀。你看，不要写。等下写的胡子，然后就很多钱币，我知道，然后这个桶想象出来，钱币，外圆内方，然后你能画，就是有一些就不要去画里面了，就这样，代表成堆的钱，哎，对，就这样，你不觉得很像海浪？哦，好，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图画了哈，好。来，这个李老师放后面来。不会，有一些不会。空旷的地方，河边呢、啊？好，来。我们要来写那个甲骨的那个龙，哎，上面要写一个字，比如说我们写福，好，我们写福好了。可以写金钱的金吗？写福。好，老师，那我等下可以写福龙吗？我可以画一次。终于写一个福吗？画一个龙吗？这边就是福龙啊。好，来写甲骨文哈、哦，先来用那个甲骨文。今天不是有教你们写甲骨文的龙？快写了。哦，好，来这么写，写这么大。那你这边写的像，怎么写不像？哎，这个金色墨汁在哪里买？文具店。真的吗？笔墨专卖店的比较金，比较亮。文具店有的，之前我买过很多牌子的。好。写出来效果。龙有福，好。买，好，仔细看哦。龙。你用你买这个大一罐干。你要回家写。然后你写龙龙，全部都是金色写的，给你看我的成果，成果发表。我要回家写，有请龙老师可以回家写吗？感谢所有师生参加这次作文发表会。福，哎，我没参加。龙有福，好，哦。